的名字叫 Tony， 我是从事建筑行业的，然后我的职位呢是一个 project coordinator， 是因为我的工作的关系，所以呢我经常暴晒在太阳底下，所以我的皮肤呢其实基本上是很容易干燥，然后呢就会慢慢就会我的黑斑就会出现在我的脸上，只测了七天呢、今天算起来是七天。那我测了产品，我觉得最大的改善是，第一，我的脸看起来比较不会那么劳累，就看起来比较有光泽，然后人看起来也很精神，然后肤色也变白了，淡斑也是有淡化的，这是我比较开心的事情。就是以前可能我出去的时候是我经常都要打很多的粉底，但是现在呢，你们看到我现在是完全没有打，我只是一个 moisturizer 我就上来了，我就是变得比较有自信。